时候是发现他在夜市唱那种卡拉 OK 哦，然后就哎，这个人的声音好像。女人啊，我们都曾经期待能嫁个好丈夫，爱得一塌糊涂，也不要一个人做主，想想未来可以手牵着手的路，相信缘分的人好像就不会那么辛苦。哎呦，会唱，不好，我们换下一位。来玩几个，蛮会唱歌。
慈慈，慈慈 ，Erica， 来，定亲。真的听到耳朵，感觉洗得好干净哦。哦，洗的好，耳朵洗的好干净。所以就因为他的声音实在是太干净了，洗涤你的耳朵，洗涤你的耳朵跟心灵。哦，哎，健美女神，就也会很想要跟他一起唱，哎，就会唱一唱哇，就真的。他原本是在 Kid 的店。野人火锅，火锅店上班，火锅店对火锅店上班，然后后来被我们找来唱歌，因为太会唱了。哦，所以你真的是因为在那个夜市，然后影片爆红被找出来。对对，走红的影片给他看一下，来。净的声音，干净。冒昧问哦，今年贵庚？今年还没有过生日，25。东东一样，25。东东有缘人，有缘人，机会来了就要把握。好，等你一句话，等你一句话，等你一句话。阿美族他们娶老婆是不是要把她背起来？应该要背一下的。来，四杯，四杯，四杯。哎，他不是阿美族，他是永驻，小心哦，是哦，站住，退退，要辅助吗？哦，绕一圈，Let's go， 阿美族勇士，阿美族，哇，很有男子气概，哎，小心。像花吗？这没长头啊，我动头，我动。不是他的问题，我裤子太滑啊。对，太贴心了。对的，你穿裤子这么贴心，裤子的材质问题，裤子太滑了。要不要唱？那下次裤子要脱掉。要不然唱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裤子脱掉唱。